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风铃，来吧。抽了。哎呀，没出，想到十抽就要毕业，失败啦。呵呵，刚刚差点抽春兰池了，表情符号大笑。失败。十。歪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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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抽想要毕业是有点难。非洲吧。这个池是缺谁？赤练啊。起飞吧。我不是有打在标题上面吗？索尔大要补哪只？试炼啊，我不是有打在标题上。陆福讨论是说养很贵，养起来不错，但是兵该死。八十抽，八十抽。二十。UT 池一直在跟的人看精选，跟傻子一样愣住。六十啦，跟我一样。哎呀。无以战天之法推出，你会遇到一些阻难。二十抽也没出啊。索尔要抽哪只？试炼好用吗？不好用吧，试炼不好用。三十。救大青罗。试炼烂死了吧？也没有。冰塔四十五需要蛋，也可以练青罗。也没有。中。感觉不太妙呢。太渊这么多个，今天一直出太渊，出完我已经满了。精选池要像很难，马上就给一彩。四十。试炼是钻石回收机。身为忠实观众来看台，我没在看标题的表情符号大笑。四十也没有。我目前存280抽，要梭哈老鼠。天津南侧太粗，这么多了吗？280。来吧，炼红药。四十没有。感觉有点糟嘞，这池怎么那么硬啊？五十，五十该来了吧？好血超，当遭此劫，比卡西强一点啊，哎，比卡西强一点。呀，六十八，那五十就出了。跟炼红药一样，命运多舛。又赢我十抽，好扯，真是欧洲账号。哎呀，卡西是非洲卡西，怎么赢得了我的？试炼，试炼，不是什么游戏。试炼神兵出了吗？我还没吧。只是我自己。试炼神兵还没出吧？哦，吃。